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1月10日讯，据 ESPN 报道，76人和掘金北京时间今日凌晨4点的比赛将正常进行。76人预计将有9人可以出战，稍早报道的有6位可以上场的球员，分别是德怀特·霍华德、本·西蒙斯、托尼·布拉德利、泰利斯·马克西、以赛亚·乔和达库塔、马蒂亚斯，以及三名通过检测的球员，乔尔·恩比德、丹尼·格林以及保罗·里德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76人有球员检测出新冠阳性，目前76人全队已离开纽约，返回费城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独行侠阵中一名球员新冠呈阳性，导致三名球员在丹佛进行隔离。昨日掘金对阵了独行侠 ，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